今天给孩子们做一个不一样的动物乐，先放10块大奖，做好了封起来吧。这个动物乐能出完的话，能挣20，我净赚10块。哈哈，我真是个大聪明。来了呀，出把动物乐，拿我刚做好的奢华版的动物乐，里面有10块钱大奖，1块1送，出吧，给。哼，哎。10块大奖，奶奶，要不你把这10块钱都收了吧？哎，我可不收，给我拿把火爆基金，你不给？我先走了，大爷。啊，这二蛋一下就把10块大奖给抽走了，这以后谁还来抽啊？哎，不对，明明算的能挣10块的，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大爷，抽奖。不够，差一毛。啊，还没找钱呢。不吃不完，你给我吃一口嘛。不给。吃你的东西，你看得清楚，那不是财主。逼我！我你跪下来的，你给我一口吃的，我想吃。跪下也不行。你让我的内心荡漾，展开了想象，被困在海的中央，他的内心已经变好，我只是有点紧张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背包塞满青涩的回忆，却又踏上成长的旅程。就到这个路口，你就不要送我，你快回去。相逢又告别一句再见，过去的一切不会重现。失落的时候，请像我一样想。哎呀，上一次给孩子们做的豪华版的动物乐都已经抽完了。这一次我给孩子们做一个奢华版的动物乐，放2包福禄寿，再放2包印度飞碟，放2包青蛙糖和4个棒棒糖，西瓜泡泡糖往里怼，再放点酸妞，再放一点果冻泡，再放点猴王蛋。哎呀，还差点，孩子们都喜欢吃了。再放2包霸王丝，还差一个大奖，那就放50吧。哎呀，放好了，放上吧。哎，这么好的动物乐，我该卖多少钱一出了？